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中壢龍岡國小电梯三房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他的客厅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他的卧室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客厅，我们先来看他的厨房，还有他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他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再退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厨房。好，这里是他的厨房。好，我们再退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厨房旁边的阳台。好，这是他的后阳台。好，现在我们直接回到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主卧，还有他的次卧。我们先来看他的次卧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主卧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主卧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主卧。好，现在我们直接回到他的客厅。